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35面第七行，三，代说净土经论有240余种，此乃略举其要，遗漏难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丙。代说净土经论，复有注经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啊，代摄称赞极乐，劝导往生，其中招注者，这里举出12种。这是历代祖师大德常常引用到的学佛的同修啊，应该都知道。第一种，《法华经》；第二呢，《悲华经》；第三呢，《随愿往生经》；第四，《文殊说般若经》。第五，目连所问经；第六，十往生经；第七，观佛三昧经。这个里头，佛给文殊菩萨受记，当生极乐世界。第八呢，文殊发愿经，文殊菩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第九，入楞伽经。这个里头记载佛为龙树菩萨受记生极乐世界。第十，毗婆沙论，这是龙树菩萨造的。第十一呢，大智度论，这也是龙树菩萨造的这两部大论。第十二呢，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造的。这是略举出著名的是净土经论的有140种，以上呢就本经部类与代说净土经论略举其要，至于密部就是密宗里头有关修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典籍还多为数尚多，均未列入。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师尊呢确实是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念佛往生净土重要要是不重要了，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多次的来宣讲？其他的经论没有这个现象。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的是完全真实不虚。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个意思是，一切诸佛如来。视线在世间在十法界，为什么呢？就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呢，这是最主要的一门，其他都是附带的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苦心，我们要能体会呀！啊，这个法门真正是难行之法。那真不容易啊！只要肯信，就能往生。啊，我刚刚收到梵师这个信息，这是11月15日前天啊，晚上6点钟。这信息传给我的啊，梵师说：“老法师，弟子对不起你，让你担心了。啊，叩齐感恩老法师多年爱护、疼惜，是有你才有今日之我。啊，他说请各位师兄师姐千千万万相信有西方，有阿弥陀佛。”他如今的我身在西方，心系众生，亦将千百万化身度诸有缘阿弥陀佛。啊，传这个信息来感谢。啊，他不是一段期到西方的，还是有一番折腾。啊，三时心念当中帮了很大的忙。啊，悉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他是见到阿弥陀佛才相信真有。啊，把以前在听经学教的疑惑，就半信半疑，我们的经上讲的。啊，这才断掉，真正相信了。传这个信息是劝大家，啊，劝师兄师姐们。一定要相信西方真有啊！这个信息很难得啊！造再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回头里头就是坚定的信心，没有一丝毫怀疑啊！有怀疑，感应这条路就有障碍了。啊，身心不一啊，特别是在现前啊，他有这个缘分，全球净宗学会大家都帮他忙。那我们自己也想想自己。自己将来临终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缘分呢？靠不住啊！如果像美国那个电影2012的电影，那种灾难一来的时候，人惊慌失措，个个都不能自保，谁都顾不了谁了，这个情形怎么办？啊，悟凡要入到这种情形，肯定卧倒去了。他自己知道，他造的是地狱罪业。啊，这个事情很可能的。前几年，印尼的海啸，啊，几分钟的时间。20多万人就没有了，海啸不算太大，只10米而已啊！啊，日本3月11日的海啸，啊，也只是10几米啊，他们拍摄的影片我没看到。我想以前我们再去找。找来看看，啊，当时，啊，日本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照下来，那些人告诉我，
比那个电影里面还可怕。啊，几秒钟的时间的时候，这沿海一个村一个城就没有了。啊，所以这种灾难走的都是惊慌失措，啊，带着非常恐惧的心这样走的，这个不好啊。啊，谁有那么大的定功，灾难现前如如不动，啊，他就不会跟着业力转。啊，我们今天念佛要有这种功夫。啊，那种大灾难面前的时候，自己不惊不怖，一句弥陀念到底，这个人决定往生。啊，阿弥陀佛本愿，最后一念，临命终时最后一念，十念一念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假话。那48愿句句都兑现，这一点一定要深信不疑。啊，我们要练习，平常日常生活中练习，啊，顺境逆境练什么？练不动心。啊，练什么？能提得起佛号，这叫真学佛，这叫真念佛了。啊，这个凡师传这个信息给我们好事了，我们帮助他，他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下面概要的第8段啊，说明仪、会、教、舍这4桩事情。仪是翻译啊，从梵文翻译成中国文字，云译本。啊，会是会起，教是教定。啊，在这个之前，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做会记本。啊，做得虽然不圆满，但是为佛门大德称赞。王龙书的会记本，日本大藏经收，大正藏收了，龙藏也收了。啊，可见他祖师大德都肯定，都承认他。尤其大师圆中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全是王龙书的会记本里头的文字。啊，教是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啊，也是讲一个版本。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把他这个做了一个接教的本子，比这个原译本简单，文字通顺，啊，读起来很好读。民国初年，好像有2个本子都是用截教本做底本，啊，来注无量寿经，啊，这个下面都会说到。
摄是解释，就是注解。啊，这一段给我们介绍了这四桩事情。我们看注解啊，本经译本，自汉到宋朝，凡有十二。啊，宋元一将就是到宋朝以后，失传了七种，啊，仅存五种。这五种的经题，翻译的人年代都列在此地，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在237面第六行啊，来解本经译本啊，本经乃我佛律说，就多次宣说，注思敬意，竟是竞争比赛的意思啊，虽在中国12次的翻译啊，东来最早啊，从汉朝时候就传到中国来啊，最早期经典传到中国来说，里头有无量寿经，一本多读啊，这个经没关系，句是本经序，这个序文附在后面。那么自汉到宋一共有12次翻译啊，宋元以后呢，只存了5种，就7种失传了，目录有啊，但书找不到了。这现存的5种，第一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后汉肉质沙门啊，肉质现在在新疆啊，古时候有个小国啊，也很有名，佛教挺兴盛啊，支娄迦城在洛阳翻译的啊，那么这个一般呢称为汉译啊，是汉朝时候译的。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沙漏佛坛过度人道经啊，这个经题很长，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所以这部经有3个名称啊，是五三国东吴的时候啊，三国时代啊，东吴肉质优婆塞在家居士之前啊，这些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人啊，他翻译的啊，这个本子呢我们简称为无疑。第三个无量寿经曹魏啊，因为中国用魏做这个朝代名字好几个，加上一个姓曹魏，就是曹操啊，曹操儿子篡位之后就是魏，三国时候的魏啊，就成为曹魏。印度沙门康僧铠啊，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成为译，他的本子译得最好，5种本子流通最广啊，不但在中国流通广，在日本流通是更广
日本的《无量寿经》几乎就这一个本子啊，所以注解特别多啊，在日本注解的时候30多种，比中国人熟深。那么在中国的时候，是小本《阿弥陀经》流通的非常盛行。啊，注解也很多。啊，日本是无量寿经。第四种呢，《无量寿如来会》，唐朝，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翻译的。啊，这个本子是在《宝积经》里面。啊，《宝积经》完全翻出来了，是《宝积经》里面的一部分。啊，叫如来无量寿如来会。啊，宝积经里头的会，这就说明世尊讲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在这个大单元里面讲过无量寿经。第五种呢，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朝西域沙门发现意啊，西域是现在的新疆啊，这称为宋译，这是现存的五种，失传的有七种。啊，注解里面我们看注解。注解在239面第一行啊，至于一时之七种，居开元释迦录，开元是唐朝，唐明皇的时代，开元时代的年号啊，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就是经典的目录，叫做开元释迦录，这个大藏经里头有。啊，这就是佛经的总目录，里面有这些目录，但是书没有了。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2卷，啊，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就失传了。最早啊。啊，第二种《无量清净觉平等经》，这也是曹魏时候不言译的，在洛阳白马寺译的。啊，这个也失传了。啊，那么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他是东晋时候的人。啊，他在庐山建一个莲社，念佛堂啊，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啊，集合志同道合的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依靠的经本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因为这个时候，《阿弥陀经》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啊，不知道梵文本有没有传到中国来，所以他们依靠的。就是无量寿经啊，在我想非常可能就是这2种本子，不知道是哪一种，一个是安世高的本子，一个就是波岩的本子
啊，因为底下这个无量寿经两卷呢，进沙门、竹檀摩罗多啊，大概跟圆工时代很近了。啊，可能他这个本子他看不到，应该是前面这两种。啊，非常可惜，特别是安世高的本子。啊，安世高翻译的好啊，流传下来的东西没有人不喜欢读。啊，那么第四种，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两卷，又称为佛乐佛药佛陀罗经，又名呢极乐佛陀经，啊，这东经，诸法力，啊，这个时代大概圆工跟圆工应该同时代差不多的年代。下面三种都叫新无量寿经，啊，一个是东经，迦毗罗卫国沙门，佛陀波陀罗，啊，一语道场寺，啊，佛陀波陀罗译的经也不少。第六种新无量寿经二卷，宋凉州沙门宝云一语道场寺。第七个是新无量寿经两卷，宋济宾国沙门檀摩罗毗多，啊，那么这些本子开元总目录里头有书名找不到书了，失传了。啊，以上连现存者总八代十二亿，啊，从汉到宋啊，八个朝代，啊，十二次的翻译，我们看240面注解第一行，以上确实者七，连现存者五，世称12代矣。而实际上呢是8代，12种翻译，啊，12种翻译，总计汉有2种，吴有1种，三国的时候吴1种，魏1种，这都3国年代的，西晋呢有1种，东晋有2种，啊，刘宋有2种，唐有1种，啊，赵宋有1种，该以时分在8代，以本呢则有12种，啊，真解云，翻于注经中，传以甚无如经经。这个话是说真的。啊，佛经流传到中国，翻译之多，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啊，那个时候传来的梵本，肯定不是一种本子。啊，因为翻译成中文经典内容出入很大，啊，如果是一个原译本决定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啊，一个原译本以人不同，大同小异，像金刚经六种译本，
那原本是一部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六种译本大同小异啊，流行最广的是鸠摩罗什这一本啊，现在人读的金刚经全是罗什大师翻译的啊，所以川译最兴旺啊啊，没有超过这部经的。四乃以处世正义，利益无边故也。啊，为什么这个经翻译的这么多？佛在当年多次宣说。啊，慧素云：凡于一切经中，川译甚然，无如净经。四乃道理优随，利益最上故。这是，这个都是对本经的赞叹。啊，下面一段呢，古大德啊，对这个经典判断，本经为佛多次宣说，传习者多。啊，古时候经典都是手写的，没有印刷。中国的印刷是宋朝时候才发明的。啊，所以传写多。那么传到中国来的底本，都是人家手写的。啊，那么这样一来，汇集就非常必要了。啊，古时候经典流通很不容易。啊，都靠手写。所以数量很少，很容易失传。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了。能够印几千部几万部啊，分存在各地方就不会失掉了啊。我们在最近这几年怕这些经典失传啊，所以我们发起引印大藏经10000套，放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收藏。啊，灾难不至于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总有地方留下来的。啊，这样经典就不至于失传了。有人曾经劝过我，用石刻，用金属来雕刻，啊，是可以。北京房山的石经就是一个例子。你看那一部大藏经，时间用了800年，多少代世世代代雕刻刻了这么一部大藏经啊，藏在这山里面。万一这个山一次大地震不就全毁掉了？所以还是多印多一些地方放，这个比较安全了，一个地方不可靠啊。啊，那么像这么重要的一部经典，啊，借着今天呢，这是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我们可以把它印成10000套啊。啊，现在我们上下两册。啊，我们这是第一版，印20000套。啊，我们的目标定在10000套或者20000套。啊，这就决定不会失传了。有这么多的数量，分布在全世界经宗学会。啊，学会可以收藏，学佛的同学都可以收藏。
啊，要知道这是真正的宝啊，宝中之宝啊。啊，那么现在的光碟，光碟也不可靠，万一一个大灾难来，这些科学新技术全部都毁掉了，啊，电没有了，光碟就没有。啊，所以有用还是书本呐、啊，虽然笨一点呢、啊，他不怕灾难呢、啊。我们看念到这个节啊，这个主节，240面倒数第四行，存世五种差异浇筑啊，注意非常太明显，非常显著。不思阿弥陀经之两义，与金刚经之六义，啊，那叫大同小异。啊，肯定是一个原本。其文详略虽稍有异啊，而内容啊实是相同。啊，这是讲弥陀经。跟金刚经啊，大同小异，经经无异。经是经经是无量寿经，留下来的五种译本，不但文字详略差别悬殊，且内容啊深广亦复有异，内容也不一样。例如弥陀因地大愿，这是最明显的。阿弥陀佛到底发的是几个愿？如果要是48愿，谁敢把它变成24愿？没有人敢这样做法。那汉五年仪24元，宋仪是36元，魏唐两个仪本是48元，且愿之内容过矣，一佛不同，可见出入之巨啊，这出入太大了，这绝对不是一个本子。现世流传呢，魏译较广，这个魏译是康僧开的啊，三国时候的魏啊，真解之处，以汉武两仪对教为本，初举大者即有8亿啊，这就对照。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若与唐本对简呢，略有7亿。啊，今不详录。至于宋仪，与注仪差异就更大。啊，注仪何以不同？清朝。神善登居士报恩论曰：其所以不同之故啊，略考注经，又有3段。第一个，以手巧拙不同啊，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啊。第二个呢，梵本传习不同啊，底本是同一部经，大家是手抄的。
第三呢，那是本师前后多次宣讲不同，不外乎这三个原因呢。本师三百余会说法，这释迦牟尼佛了。这三百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半班教学。半班教学三百多次，这一生当中啊，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不一样。最短的两三天，这半个小时的讲座，大的好几年。大单元的，这释迦牟尼佛在世啊，因众生之所需，大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当前社会需要什么，那办个讲座。帮大家解决问题，这种情形很多。世尊游化在世间，没有固定的住所，哪个地方邀请就到哪里去。各地方讲经，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讲的内容性质也不相同。应机说法，这是多年当年在世的状况，这是释迦佛三百余会时间49年，即多智归净土净土是佛常常讲的，真正要帮助人，真正要成就人，只有这个法门呐。专说《无量寿经》就讲了好几次，这不是一次讲的，专说附带说的，这佛常讲。我们今天在经典里面就看到有200多部经典里头都提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佛在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这代讲的附带的。可见佛在世的时候希望一切众生学哪个法门呢？就是学念佛法。你不能接受，再跟你讲别的。讲别的，说老实话，是给你种佛的种子，是吧？阿赖也是种下佛的种子，你跟佛有缘，这个很重要。一生不能成就啊！一般种子成就是多生多劫都在语言不同那么这个法门是佛度众生成佛道最主要的一个法门。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这句话说得重啊。那么能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听到这部经，生欢喜心，真信真愿，都是过去生中善根成熟的人啊，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他现在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多生多劫的善根成熟了，他听到会欢喜，会相信啊，会真干啊，那他就真往生了，往生就成佛了。欧益大师说得好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已经都成佛了。这是问题真的解决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不再搞十法界了啊，再到这个世间来是菩萨身份来的啊，不会迷惑，不会颠倒啊，不是来受罪的受报的，是来度众生的。我们能把这些道理参透啊，真搞明白搞清楚，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啊，真正把这个机会啊抓到，我要在这一生成就啊。这一门除非你不相信，相信真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失的啊，去不了。实在讲，对这个法门呢不清楚不透彻，还有疑惑啊，所以放不下了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地方念老说的也非常好啊，本师三百余会说法，既多指归净土，自然屡说不一说啊，每一次说的不会有言语完全相同，而随机随时随机开通大意，一一不一语，显然可知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讲话也如此啊，哪里会完全一样啊？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因此梵本不译。啊，翻译的人所据的梵本不相同啊。啊，且一笔之巧拙有差。啊，一位翻译的人，他的程度不一样啊。啊，所以有的译得很好，有的译得比较差一点，于是译文自然差异。啊，这深山灯居士说的，神是佛名梵本译物之音。就是梵文原本啊，容易有错误，原因是什么呢？在梵家借写本，一直错误啊。啊，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的全是梵家，他没有装订一张一张的啊，我们看到贝叶经就看到了。啊，在印度书写的工具
都不如中国。中国很早就发明纸张了，没发明纸张之前，这写字竹简上啊，刻在骨头上，兽骨啊，那像甲骨文啊，以后多半呢用竹简，竹简也是用绳子两边把它编起来啊，竹子一行一行的啊，到宋朝发明印刷术啊，有刻盘了，方便多了啊，印度传来的全是贝叶经贝多罗的树叶，一张一张切得很整齐啊，大概有这么长，你到故宫博物院可以看到啊，两头打个洞，用绳子拴到，很容易脱落。啊，所以这些错误难免。我们写字常常写漏掉的，这个都有经验的。啊，印度人写经也可能有这些错误。下面是如汉仪大本经啊，大本就是无量寿经，耐而解释，以下错误数十字，文意不贯，这下面就没有了。再想想下头一定有字，怎么没有字了？啊，所以文意文跟意都不能连贯，有42章经藏本与石刻赵文明的写本，即藏外就是大藏经外 流通的各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同啊，这是很明显的例子。42章经是佛教传到中国来第一部写的经啊，所以翻译的第一部经是经典的摘要，它不是一本完整的经，许多经里头好像精华摘录下来的啊，42条就是42段的事啊，并不完全连贯的啊，最早传到中国来啊，摩腾竺法兰啊，第一次把佛经用这种方法传到我们这儿来啊，像现在社会乱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真正的心啊，在求长治久安的方法了啊，我们把唐太宗的群书之要介绍给他啊，告诉他中国有这么一套书，他欢喜得不得了，知道是怎么翻译这么大的本子啊，文言文写的，现在懂文言文的人就不多，如何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由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字啊，他们才能看得懂啊，这来不及了，急着要啊，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编个42章经，这就是42章经，群书之要360，
360段，是在这个经里倒着选出来的，并不连贯啊。360段，每一天看一段啊。我想出这个方法，救急嘛啊，这个翻译就好翻了。这第一本你能看得懂的，你就先摘录下来；看不懂的，就放到明年后年再搞。啊，一年搞一本，10年圆满。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本子已经翻成英文了。啊，大概这1-2个月就出书了，英文本就出来了。啊，这就跟42章经一样的，应急。非常好，这个翻译的本子还没成书，这个翻译的稿草稿第一本送给马哈迪的啊，第二本呢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纳吉首相，他们两个人竟还没有360届还没有翻完，翻到270集啊，我到马来西亚去的，先送给他们，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是且，而与法院诸邻所引的又不同。法院诸邻成书在唐朝，里面所引用的跟现在流通文不一样，且有一切经音义所折字，而注本呢皆无者，大抵诵习多，传写多，而得设一同一读，所以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可见真解与沈居士的意思相同，宗明本经为佛多次宣述，而且诵习者多啊，读诵的人多，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的人多，就梵本传写者多，梵本有多种，沉默详略又不同。梵家写本是由意脱落，故今注译本深有差异。啊，因为无量寿经这个翻译年代呀，从汉到宋800年。这么长的时间啊，12次翻译啊，里面内容文字差别很大啊，这是这个现象我们应该知道啊，告诉我们这么多原因啊，所以就明白了。我们接着看，日本日西寺一同神师之书啊，他的看法跟神居士一相同，一云意义文具与精进啊，精进是指为本，就是康僧开的本，传到日本去，日本净土宗几乎是以这部经为主，我相信他们受到慧远大师的影响啊，员工提倡的
真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同学123个人个个往生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无比的殊胜。啊，这意义文句与经经受差异者不少，师父多一本，传者不一，故知是矣。这说明传的年代久了，啊，互相抄袭。有抄错的地方，有脱落的地方，这都在所不免。啊，古时候经书得来不容易，所以本子就有差异。啊，一合非一时说，啊，这个也有可能。佛多次宣说，不是一次宣说，例如《般若注经》。以此经啊，如来本怀啊，处处一说啊，佛常常讲啊，时时讲啊，那讲法不一样啊，所以记录下来也就不相同了啊。说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也。这佛是处处一说。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佛为大家介绍这个法门，人的根性不相同，他说法就不一样啊。佛是随机说法，因人不同，因时不同，因处不同，因事不同啊，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一桩事情就是介绍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佛怎么介绍？那我们从这里去想，人、时、地、事啊，有不同，佛的说法肯定就不一样。啊，这是佛的慈悲。以上诸德，借诸本经，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啊，不是没有根据的。列入本经，唐以本名。无量寿如来会，乃大宝界经中一会之文，足证佛说宝界经时也宣说本经。啊，讲大宝界经里头，里面有一段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今天。我们留下来的这五种语言译本的唐译，王龙书汇集的时候，啊，汇集这个语言译唐译的《大宝积经》，他就没有看到过。啊，我们想想，王龙书。他是净寺出身，是地方上的大富长者，有德行，有学问，有财富，这一部经都没见到啊，无量
量寿这一回没见到。啊，他会记的是四种，就缺了这一种。而这种东西，这一部经里头有一些精彩片段，是其他经典里头没有的。啊，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啊，所以魏默生重新再汇集，在清朝咸丰年间，啊，第二次的会。这个汇集，啊，这个本子比王龙书的本子就好得太多了。啊，这个本子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本子就是的。魏默生的译本，夏莲居重新把它校对，啊，成了这个本子。啊，校对还困难，没有法子，所以夏老就重新再做一次汇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很值得纪念呐，啊，夏老师的。这个校对的本子，啊，校对补充，啊，成了这么一个本子，啊，这个也是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一个，这个想法是从这来的。啊，校对补充校得还不足，啊，所以才决心重新再回去，啊，这第三次的回去。那么过去所有的汇集的时候，里头有缺陷的、不圆满的，就全部补足了，真正是无量寿经的最善的本子。用了十年时间的，啊，不简单的。华严祖老居士这个汇集注解用了六年时间，啊，得来真的不容易，我们真是有福报，我们前一代的人没有看到这个本子。啊，所以讲净土讲得不透彻了。啊，如果我早年学佛，啊，老一辈这些法师大德能够把净土讲得这么透彻，我早就接受了，早就相信了。啊，哪里要辛辛苦苦自己摸索二三十年。啊，这就想到现在人比我有福，啊，这个福报是有问题，是那个沉静心不如，啊，缘机缘上说你们比我有福，啊，善根福德很重要，善根是能信能愿，福德是真干，啊，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叫圆满呢，啊。啊，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阿赖耶上种一点善根，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这肯定。神士又云：“未以文辞相占
义理原足，故自来讲家多举之。这就是康生开的一本啊，在五种本子里面，确实他翻译的最好啊，所以古今中外啊，外国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的法师讲《无量寿经》，都采用康僧开的本子。啊，唐译呢，差语相近，改同一番本也。啊，唐译就是《宝积经》里面《无量寿如来会》啊，内容跟康僧开的译本呢大同小异。判断他们用的是一个梵文本啊，同一个本子那么宋译一声名长，而词句前后大异，这又一番不一，肯定是原本不一样。汉吴二译文字着色，而亦有相符啊，有相不悖的，在又一番本也。这几个对照所看到，他们用的底本不是相同的，不是一个本子，所以判断呢，至少有三个本子。翻译的时候，根据的原本呢不一样，就三个不同的翻本。啊，审视虽未能直从古翻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翻家至少有三种，故知审视之说可行。至于他师又认为无疑只是同本意义，各本差异只因译者译落不同，实未能服人。那这个说法一般人不服啊！啊，同一个译本翻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啊，特别是原文。四十八愿怎么可以改成二十四愿？哪有这么大的胆子的人？啊，怎么能把它改成三十六愿？啊，肯定是原本不一样，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误的。例如本经小本，秦唐两译，罗什大师应秦人上见。这秦国是邀秦呢，在现在四川甘肃这一带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乃设十方佛为六方佛啊，梵文原本里都是十方佛啊，他把它省掉了啊，改为六方佛，就此诚译者印记之妙啊，文简印记而精义务实啊，这是翻译的巧妙。啊，是实为疑者，真疑漏啊，疑漏有善巧啊。啊，玄奘大师是之一，我们所看到的是十方佛。啊，这与本经注疑之差别，大疑于世的。啊，跟这些倾向完全不一样啊。
不但详略不同，且义理之深广异义，意思也不同，故不应是一人一路。一路是翻译的人，他喜欢怎么翻法，这绝对不是翻译人的意思，是原本不同。例如弥陀大愿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深念之毕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髓的精髓。这是讲净宗最重要的教义。48愿，阿弥陀佛的大愿，这才是净宗的缘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段事情，通通根据阿弥陀佛48愿，而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世尊为我们转述。这是净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那48愿里头，深念必生，这个是大愿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深念必生，才能普度一切众生。真的是简单容易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佛讲过难信之法，你不相信啊。这个缘分你就当面错过了。你要是深信不疑，你这一生恭喜你，你就成佛去了。所以不能不信。禅师今天传的这个来，就是劝我们要相信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了。他传这个信息来，那么这个愿就是深念必生，见于唐魏两仪。而汉无两仪之愿文当中没有深念必生，你说这么重要的，这怎么能有错处呢？决定是原本不同，原本同，这怎么可以漏掉呢？若为唐魏两仪之48愿，与汉无两仪24愿，只是一别，就是翻译的人开合不同，在舍难自圆其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不切实际。世间焉有如是大胆的艺人，敢率自意妄善大愿之心髓，把这深念必生删掉了，哪有这么胆量的人？故知彼是所居之原凡本不同啊，方有此意。根据的原本不一样。从印度传来的原以梵文本有不同。才会有这个现象。又如无疑，24愿中有过无女人与莲花化身，这也很重要。而魏唐两仪
虽居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没有这个经文，凡而无知。若为原本是义，注意只是开合不同，请问无疑这二愿从何而来？那何以二十四愿当中有，四十八愿当中没有？那可见注意所居之原家不一，这原本不相同，这才能讲得通啊！正如神山等居士所说，本经蒙世尊多次宣述，又因凡家亦脱落，乃有不同之原本啊，传到中国来不知一本啊，传来的本子不一样，原本不一样。从上之力可见汇集诸经实有必要，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五种原译本我们都拿来读很麻烦，啊，应当把这个五种东西汇集成一本呢，这个就方便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必须要做的。是以从宋至今，王龙书第一个开始做，宋朝人。啊，他是安徽舒城人，啊，距离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只有三十几里路。啊，彭二莲、魏默生与先师夏莲居诸居士，先后均曾教会本经。啊，那么下面讲教会。啊，会教之本，自宋迄今的凡有四种。啊，这是会教之本。我们看244面注解，以上无疑。互有优劣章回，章是文义很明朗，一看就懂了。回是很深思啊，看不懂，这就是有优劣了啊，翻得好不好了。例如圣念得生之本愿，与一向专念之要旨，与汉武两矣，则未章。汉武这两本没有啊，缺了这两句，没有。至于无卧无痛无烧之宏文啊，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戒律，非常重要啊！那世尊啊，苦口婆心的告诫啊，与唐宋两仪则不拘啊，缺了这一段，为以教备。为注意观啊，康生凯的本子详细说得很详明啊。但与过午女人与莲花化身这两愿呢，康生凯的本子没有啊。故宋龙书王日修居士论注意愿啊，就他的看法，其大六岁统啊，
然其中啊，甚有差乎？就是这个里面差别的地方太大，啊，不是小的问题，是大问题。又其文或涉于太繁，而使人厌观。啊，这文字确实，你看原译本就晓得，就是看不下去。或设置太严，而丧其本真。啊，或其文适中，则义则设置。啊，意思不完备，由于释迦文佛所说，所以说经；阿弥陀佛所以度人之智，闻而无虚，欲而不彰，无生邪知。啊，释迦的本愿，弥陀的本愿，啊，因为这些经文。这个翻译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讲的文不达意，或者说词不达意，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释迦牟尼佛说经，阿弥陀佛度人的本愿就不能够畅通无碍了。龙树居士对这个非常感叹，所以他发现，于是乃取汉吴魏宋四译，校正汇集，续为一经，名曰《大阿弥陀经》。那世界本经汇集本知识，宋朝王龙树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那么现在无量寿经的汇教本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大阿弥陀经，宋过学进士龙树王日修，他叫教基，即是编辑，把四种本子合成一本，除掉他重复的，合成一本，就方便了。第二个也叫无量寿经，清朝菩萨戒弟子彭吉清结教。非常可惜，它只是一本，它不是汇本，它就是这个康僧铠的本子，把它记录重新校正，所以它只是一本，但是这个本子好念多了。康僧铠的本子里面确实很多繁而无序，念起来很不畅通。他这个一戒教的时候，本子就畅通了。第三种叫摩诃阿弥陀经，是清朝时候，咸丰年间，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魏源会议，这是一个汇集本。这个五种本子他都看到了，所以他这个汇集比王龙书的就好，厚厚胜于浅浅。这里还有个注解，原名无量寿经，后经王定正定王应福居士校定，改了名字，改成摩诃阿弥陀经。这是魏默生的
回籍本。那么第四种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民国菩萨界弟子啊，云城下莲居会记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至于本因呢，乃有五种云一本，四种戒慧本，所以共有九种啊，就是我们中文本的无量寿经一共有九个不同的版本。那学无量寿经你用哪一个版本，这个关系很重要啊。我在2006年我们巴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我顺便到伦敦去访问伦敦大学跟剑桥大学，啊，剑桥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有一个啊，他来告诉我，他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就问他，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你用哪一个？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跟我们一样的分子啊，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本子印的很多啊，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很容易看到啊，他们用这个本子写博士论文。说无疑之中啊，这个是翻译的本子，未以流传度广，康僧开的本子啊，流传最广啊，因为这个本子文艺都相当的圆满啊，比起其他的四种翻译本啊，所以大家很欣赏。王本一出呢，取而代之。为什么无量寿经在中国康僧开的本子不能够大量大量的流通，大概受王龙书汇集本的影响。那王龙书宋朝时候人啊，他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大家都喜欢他的本子啊，真的是取而代之了啊。但是康僧开的本子唐朝时候流传到日本韩国，所以日本韩国净土宗都依据康僧开的本子，讲的人多，注解的人多啊，这是我们中国所比不上的地方。我上一次到日本去讲经，我就劝导日本净宗的这些法师们，应当把他们祖师专门研究无量寿经的这几十种注解，从大藏经取出来印一个专辑。啊，无量寿经注解的专辑单独流通，对净宗的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莲池大师苏超中尉，愚者多久亡闻啊，也就是《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呢，夺取王龙说的本子，以王本世所通行，人稀见故。啊，这个本子啊，从宋朝以后啊，在中国流通很广。啊，一般人看《无量寿经》都看他的汇集本。啊，所以莲池大师苏超里头引用，大多数都用他的本子。清末印光大师亦称王本为文义详细，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魏译，比康僧开的本子，流通的更殊胜。王本虽甚流通，并收入龙藏于日本大正藏。收到大藏经，这个很不容易。收到大藏经，就等于说是古今这些大德肯定这个本子。但王室制作了，则有得有失。这本子还是有瑕疵。例如，苏超云。这个苏超是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做的。莲池大师的话，王室所会，教之无疑，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很深大。这是莲池大师对这个本子的赞叹。但其不有翻本，它不是依照翻本翻译的，唯着华文，未顺译法。这是讲汇集跟翻译不一样。若以翻本重翻而成六义，则无意义。那就没话说了。故彼不言义，而言较真也。他没有用义这个字。他用的是教基编辑。又其中呢，去取旧文，也未能尽。那么这就是汇集的时候，去取是大学问，去是什么呢？不收他的。把它删掉，取是取他的这个文根义。就是取舍。取舍不当。哪些应该取的，哪些应该舍的。这个里头他有一些问题。这里举例子。如三辈往生，未已，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借阅发菩提心。而王氏为中辈发菩提心，有发菩提心。下辈他说不发。上辈的没说。高下十次，这个趋势就不当了。实际上佛康僧开的本子，上中下三辈都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太重要了。上辈怎么没有发菩提心呢？下辈更加一个不发。不乏没有已经没有根据啊。不言的是漏掉了。
不发呢，是感动了，要发菩提心，怎么可以说不发呢？告下是此，且文中呢，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呐、啊，没有不发心的。啊，这个发心是往生的要旨啊，二凡六趣了，啊，所以这是未尽，别人批评他。啊，取舍未尽。莲池大师所论精要，正中要害。这莲池大师对王龙书的本子的批评，啊，有赞叹，有批评。啊，他不是一个尽善尽美。啊，《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脆杂而失同，错乱而不伦者，在用其意呀、啊，而修其辞。”啊，这就是。如果翻译，这个问题没有。你自己用什么文字都可以，但是晦气不行，一定要用原文。啊，不能把人家原文舍弃掉，自己用自己意思来写一段文来修正修改它，这不可以的。啊，这是犯了忌讳。啊，这就是莲池大师所批评他的，不由范本。未顺以法之神柄，若据梵本重矣，实可用本人自传之文句以表敬意。啊，这个没有话说的，说经经乃晦气。啊，晦气呢，一定要用人家的原文，不能改变别人的原文。啊，所以言能不取原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也。如果随便改动人文字，啊，看着看得不顺眼的话，都来改，将来这部经就改得不像话了。啊，所以古人纵然看到这个字有问题不通，或者是传写错误的，不感慨，所以中国读书人有这个好处，可以把它注在旁边。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的错误，注在旁边，不可以改变它。啊，要保存它的本来面目。啊，决定不可以随便改动文字。啊，是你自己写的文章可以，你可以随便改。啊，别人写的古人东西不能改动。啊，至于三辈发心呢，也然，善改未已，又复高下是此，这是世界王本难言之词也。这他的毛病啊，这太明显了。清乾隆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那也叫彭绍升，业余王本亦有未谙啊，看到王龙书这个本子啊，他觉得有问题，于所著无量寿经齐心论中啊，无量寿经齐心论是彭继清居士的著作啊，也是解释无量寿经的啊，这里面呢对王龙书的本子有批评，王氏本较为长达
尽是通行啊，流通的很广。然有可异者啊，这就是可以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序分中，犹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为令行者发起大心啊，即得本，就近成佛。是乃此经开张要领，而王师删之，就把这一段删掉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把它删掉了，啊，这不应该删的，应该要取的。至王生上下二辈，啊，三辈王生呢，一则去发菩提心，上辈他没说，中辈说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啊，胎生一劫呢，删去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个很重要。啊，他把这几个字删掉了。啊，前再拐成佛之正因。啊，这是批评的，他把发菩提心删掉了。啊，上辈也没有说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这个不可以的啊！康僧铠的原本三辈都发菩提心啊，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怎么可以说把发菩提心删掉呢？怎么可以说不发呢？啊，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失误。啊，胎生一劫，为什么会胎生？因为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一段很重要。如来的五种智慧，啊，他把这个删掉了。所以前面拐成佛之因，后面呢是往生之正智。啊，对于佛的五种智慧要深信不疑啊。踏入续次愿文，先后也有错误，这些呢都应当把它矫正啊。所以彭济谦居士就发现啊，要补救王龙书这个会稽本的失误啊，他专究为一，就是康僧铠的本子，去其繁复啊，复按云起本。云起是莲池大师啊，什么本子呢？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啊，正如四十八愿先后数目啊，他这个本子依旧叫无量寿经，这是第七本啊，无量寿经第七个本子，王龙书是第六本啊，但这个本子只是位移的戒教本，而非注意的汇集，两本比较呢则彭本优于为一啊，彭济谦的这个戒教本跟这个康僧铠的本子两本比较，彭济谦这个本子好啊，
近代丁福宝居士做《无量寿经》前注，所著者呢就是彭吉谦的本子啊，习彭本呢只是借教本，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故仍不能成为善本啊。那么到清朝咸丰年间，邵阳魏承观居士，就是魏默生居士，为注疑借王氏慧本，又为进善，乃汇集无中原意，别成一本啊，还叫做无量寿经啊。未识之本皆无中原意，是为无慧本之始。王龙书只有四种经的慧本啊，所慧里头缺了唐义啊，同志中王英福居士极从未本，曾亲寄云：“这竟是邵阳魏居士啊，复本云栖大师之书，遍考注意，别为一书，包举纲宗，文辞简当，乃得为世间之冠冕。”王氏虽服薄考中本，首次校丑，并定经名为《摩诃阿弥陀经》，是为本经之第八本。啊，这个本子里头也有问题，就是我刚才拿个这么看，这个啊，这个就是魏默生的一本，但是他经过夏莲居老居士校订补充。啊，所以这个本子也是很好的本子啊。啊，我们留着做纪念，印了1000本做纪念。为是发心广大，复精于文字啊，这文学好啊。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事，背去无意汇成一经啊，这个汇集文是他做的，说力求啊句句有来历，七成善本啊，希望呢这是无量寿经呢最善的好本子，所愿极深啊，他的愿非常殊胜好，所成也为啊，汇集的确实比王龙书居士好啊，很难得其所汇集呢，元朝文本，王英福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啊，这值得赞叹，但所憾者还是有遗憾，魏氏虽愿补王氏杜撰之过，皆为全免。啊，还是犯了毛病，自举其落落大者如下。啊，落落是明显的意思，就是很明显的过失。啊，下面有几种。啊，第一个，为本第二愿曰：设我作佛，各种天人，全尘世化身，无有胎生。那这个里，其中“无有胎生”这四个字。五种原一本这个都没有啊，那么这四个字与原一本相违背啊，这个是大毛病
这是自己加上去。为以云，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这是康僧铠的本子上有这个经文呐、啊，怎么说无有胎生呢？啊，你跟原译本相违背呀、啊！啊，唐宋两译都有，而为是经为无有胎生，此事难言至此，这个毛病没办法否定啊。第二，无痛啊，无卧无痛无烧，一断数千也。未是善结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淫欲火烧、成分火烧、贪道火烧、邪为火烧、愚痴火烧，是为无痛无烧。你看几千字的一大文，他就把它省略成这几句，这个不应该呀、啊！啊，这是后人不能原谅的。啊，未时未句是原愿无一字没有来历，先未能贯彻初衷。啊，上至一段与注一中没有来历。你这一段没有来历，这是自己转的。哦，时间到了，时间很快都忘掉了。啊，好，我们下一节课就从这里学起，啊，从这个无痛无烧数千言就看起啊。